邦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股东常会出席股数报告，本公司已发行股数为6,929,8336股，截至目前为止，出席股数为4,344,7512股，占本公司发行股份总数62.69%，已逾发行股份总数1/2以上，请主席依法宣布开会。本席宣布，邦特生物科技股有限公司113年度股东常会会议开始。主席致辞。非常欢迎各位股东在法庭中出席本公司113年股东常会，现在已经达到法定的出席股数，请司仪开始以股东常会的议程进行。一、报告事项，请各位股东翻至议事手册第三页。报告事项一：112年度营业报告与113年度营业计划报告。说明：一、本公司112年度之营业收入净额为新台币194,417,001元。税后存益为新台币452,550,000元。二、营业报告书请参阅本手册附件一。三、警报请备查。现在我们请我们李总啊，去这个经营情况做个报告。董事长、各位董事、各位股董以及各位股东们，大家好，大家早啊。那么现在由我来就我们112年度啊营业报告及113年度营业计划来跟大家做个说明。112年度营业报告，我们112年度营收来到19,4,471,000元，那么相较111年度啊稍微下滑了3.26%，那么这个主要就是就我们这个回路管啊，这个生意受到中国大陆厂家的低价竞争哦，那么受到冲击比较大一点哦。但是针对亏损的订单，公司也是尽量减少接单，要尽量多接一些有利润的订单哦。那么我们112年度整个营业净利来到5,810,176,000元，那么这个数字呢，差不多维持在跟我们前年哈、差不多哈、那么虽然移割厂已经开始摊体哈、各项费用也增加哈、但是公司高毛利的 TBU 的这个导管的产品呢，仍旧持续维持增长哈、维持增长。那另外我们也严格管控各项费用所致，所以我们整个营业净利呢，相较前年是差不多哈、整个税前净利来到5,695,150,000元，那么相较111年度大概有掉了8.6%，那么主要是因为有这个外币兑换损失产生哦。税后净利来到4,255,000,000元，整体的毛利率，整体的毛利率虽然各项物价费用不断的涨，我们整体的毛利率还是维持在40%以上哦，跟前年差不多哦。税后每股盈余来到6.53元，6.53元。在研发方面，我们研发的成果呢？有4个部门哦，各有10项新产品跟重大变化品的产出，诸位可以参考这个我们的年报哈。那么请大家参考第12页。那么预计这些产品开发完成或认证完成以后，将有利于贡献我们未来的这个营收跟获利哦。在113年度的营业计划，营业计划会跟大家做个说明。
整体的市场环境哦，我们来看一下，受到美国这个持续在打压成本哦，我们说物价还是居高不下哈，那么利率居高不下，整个欧元区及中国经济疲软，还有这个地缘政治冲突，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以及红海危机哈，那么这个对整个全球的世界的经济哈，都有这个比较负面的一个影响哈，所以预估啊，全球今年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会放缓。那么根据 IMF 我们叫做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这个全球经济展望的报告，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到3.1%哦，那么其中美国预估是1.5%，欧元区0.7%，中国4%，日本0.9%，印度渴望达到6.3%，东协地区4.7%。那么根据我国主计处估计，那么由于全球的 AI 及半导体产品需求强劲，我国经济增长今年渴望达到3.4%，优于去年，优于去年，那么传统产业今年会比较辛苦一点，这个我也不想说，我们各位股东看这个新闻都会看得到，那么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际石油输出组织我们叫 OPEC，已经修正减产的政策，加上美国页岩油公司，启动增产，不然的原油的价格，目前维持在每桶美金大概80元出头，那么因为这个中东这个加沙冲突啊，引发这个油价的飙涨，那么这也使得国际原物料的价格相对维持稳定，。那么我们一个新厂，自2009年12月2号破土动工，历经约1.5年的新建，在2011年7月正式取得使用执照。那么接着陆续我们进行各项设备的安装、试产、验证及认证，终于在今年的2月及3月分别取得国内外的 GMP 品质系统认证，GMP 品质系统认证。国内是卫福部食药署核发的 QMS 证书，国外是欧盟认证公司核发的 ISO 13485证书。那么目前已有部分客户的订单导入量产。那么我们的法规部门也持续在申请各项产品的国内外证书，以为后续我们一个厂，大量导入营运及接下国际 CDMO 大客户来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另外我们也将持续贯彻执行展会行销、通路拜访，还有深耕市场跟客户，并推动产线的精实生产、制程优化及自动化，做到品质稳、交货快、客情佳。那么同时响应政府的政策，推行 ESG 永续经营及温室气体盘查等，那么以持续创造稳定的获利及成长，来回报各位股东对公司长期的爱护及支持。以上报告，那么谢谢各位股东的莅临指导，谢谢。报告事项二，审计委员会审查2012年度决算表册报告。说明：审计委员会审查2012年度决算表册报告书，请参阅本手册附件二。敦请审计委员会召集委员肖登耀先生报告。邦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审查报告书，董事会召集本公司民国112年营业报告书、财务报表及盈余分配议案等，其中财务报表业经委托安和建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黄明宏及唐家健会计师查核完毕，并出具查核报告。上述营业报告书、财务报表及盈余分配议案，经本审计委员会审查，认为尚无不符，就个体财务报告及查核报告，请详参
议事所设21至27页，合并财务报告以及查核报告，请详参28页至34页。研一证券交易法14条之4及公司法第219条的规定，上记报告如上，建请建额指至邦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股东常会审计委员会肖东耀报告以上。谢谢审计委员肖东耀官员报告，现在进行下一个报告议案。报告事项三，112年度员工酬劳及董事酬劳分派情形报告。说明：一、员工酬劳分派总金额为新台币30179362元整，及董事酬劳分派总金额为新台币965万7396元整。二、以上全数以现金发放之。报告事项四。背书保证事项办理情形报告，说明：一、为子公司营运所需，由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二、截至113年3月31日止，为菲律宾邦特公司背书保证总金额为美金550万元者；三、截至113年3月31日止，动用余额为美金55万5555.54元整。四、本公司整体背书保证金额及对单一企业之背书保证金额均未超过限额。报告事项五，112年度盈余分派现金股利情形报告。说明：一、112年度营业结算后，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董事会决议盈余分配股东现金股利3亿1184万2512元，每股新台币4.5元。二、本次拟全数分配现金股利，现金股利计算至原以下所序，其分配未满一年1元之基零数额，拨入本公司职工福利委员会。三、本案业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并授权董事长另定配息基准日及发放日。四、事后如因本公司股本发变动影响流通在外股数，股东配息率因此发生变动者，亦授权董事长得调整配息率之相关事宜。报告事项六，母子公司间业务关系及重要交易往来情形，说明。表列如下，请自行参阅。报告事项七，112年度董事酬金报告。说明：一、依据本公司章程之规定，董事长、董事之报酬，授权董事会依其对本公司营运参与与营运参与之程度及贡献之价值，并参酌同业通常水准议定之。二、亦依据本公司章程之规定，本公司年度如有获利，应先提拨 5% 为员工酬劳，及不高于 1.6% 为董事酬劳，但公司尚有累积亏损时，应预先保留弥补数额。三、112年度给付情形表如下，请自行参阅。报告事项八，修订董事会议事规范。说明：一、配合主管机关法令修正，修订部分条文；二、董事会议事规范条文对照表，请参阅本手册附件三第18页。以上报告事项均报告完毕。本公司因应公司治理，接下来议案均采用表决方式。本席指示其程序内容，请示宜代为宣读。奉主席指示，因应主管机关采行电子投票，并符合公司治理规范，故本次股东会议事程序将于承认事项的议案及其他议案说明讨论完毕后，
共计两案进行一次性投票表决各一案外，主席依股东会议事规定，本次股东会议程之各表决议案于选举时指定以下事项：一、均指定监票员为户号409黄女林小姐，计票员为统一证券股务代理部担任；二、本次议程均以董事会原议案为优先表决顺序；三、投票时间为2分钟，并于计票结束时请司仪宣读表决结果。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审议事项。二、承认事项第一案，董事会提，请各位股东翻至议事手册第9页，案由112年度决算表册案及盈余分配表案，说明：一、本公司112年度财务报表暨11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业经安侯建业联合会计事务所黄明宏及庞家健两位会计师查核完毕。前项报表及营业报告书、盈余分配表，业经本公司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出具查核报告书，再案。二、营业报告书、会计师查核报告书及112年度个体财务报告暨合并财务报告，请参阅本手册附件一、附件四及附件五。三、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第20条办理。四、盈余分配表如下表，请各位股东参阅下表。敬请决议。请各位股东针对本案有没有其他宝贵意见？如果没的话，我们将等待其他议案讨论完毕后，依次性投票表决各项议案，请司仪进行下一个议案。其他议案第一案，请各位股东翻至议事手册第10页，案由拟解除本公司法人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竞业禁止案。说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条规定，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为属于公司营业范围内之行为，应对股东会说明其行为之重要内容，并取得其许可。二、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资或经营其他与本公司营业范围相同或类似之公司，并担任董事及经理人之行为，原依法提请股东会同意。本次新选任之董事有上述情事实，同意解除该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竞业禁止限制。三、解除竞业禁止明细表揭露如下，请各位股东参阅下表。敬请决议。请问各股东针对这个本案有没有其他宝贵意见？没有的话，股东没有其他宝贵意见，现在进行审议事项及其他议案个案的投票表决。请监票员、计票员就位。请监票员验票箱。出席股数报告：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6,928,336股，截至目前为止，出席股数为4,344,517,512股，占发行股份总数62.69%。其中，截至目前为止，出席股东总表决权数为其中以电子方式出席行使表决权则为2,672,3,490权。
承认事项第一案之原议案，请各位股东使用第一号表决票。其他议案第一案之原议案，请各位股东使用第二号表决票。赞成者请把反对字眼撕掉，保留赞成；反对者请把赞成字眼撕掉，保留反对。再投入议案票箱。依主席指示，投票时间为两分钟，现在时间为10:19，投票截止时间为10:21，请各位股东把握时间开始投票。投票时间剩1分钟，请尚未投票的股东尽速投票。投票时间截止，请监票员开票，计票员开始计票作业。承认事项第一案，经出席股东总表决权数为4,347,512权，其中赞成权数4,314,861权，占总出席权数比率99.31%。赞成权数超过出席股东总表决权数1/2，本案照原议案通过。其他议案，第一案经出席股东总表决权数为4,344,712权，其中赞成权数4,292,195权，占总出席权数比率98.79%，赞成权数超过出席股东总表决权数3/2，本案照原议案通过。
以上两案之反对弃权未投票无效废票等权数，请参阅现场海报。审认事项及其他议案，经票决或通过董事会议案，请示意进行临时动议。临时动议。好，各位股东是临时动议。好，那位股东，谢谢。董事长、总经理，还有所有经营团队各位股东，大家好。很高兴我今天一大早特别从台北过来参加这个方特的股东会。不过事实上很遗憾，我今天我那个报酬就没有完成，因为事实上那个我不是本人，我是委托出席。不过事实上我代表的发言的话可以不列入会议记录 ,OK, 不列入会议记录。不过事实上像这个机会我有几点要表达的。第一个，我想非常感谢那个董事长经营团队，在过去三年其实本身 SARS 期间之后，整个经营环境基本上是不好经营的。而且一般我们看到邦特啊，基本上他的一个股利啊，从今年度过去才都4.5块，所以我觉得非常不简单，很不简单哈。我想，所以这个要借个机会，经营团队基本上是要被鼓励的，虽然我是小小股东哈。那第二个，我们关心邦特的一个未来一个展望性。那现在因为大家很注重那个怡科新厂，那刚总经理也报告过了，这个怡科新厂已拿到 GMP 欧盟一些认证。我第一个问题要请教说，除了这些认证之外，还有没有哪些认证哈，我们必须要拿到，现在目前还在进行中的，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本身要请教说，这个所有认证啊都起了之后，那股东大人关心说，像一般这个对公司的一个营运啊，会有什么样影响？我想说，所有认证完成之后，若以今年度五月份的营收来比的话，预计未来一年之内，营收会成长多少的百分比？另外第二个就是净利率啊，会提升多少？我想说，这一般都说，因为这股东会若你方便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回答，就是有我们关心说认证完之后，那个一个清场对营收。对经济力的提升及解读了，所以讲这是我今天最主要请教的问题。那最后一个请求啊，我觉得说邦特这个厂那么好，将来有个机会开放一个时段，让股东都假设他想参观他投资的公司是怎么样，如果没有涉及到营业机密的话，我想是不是可以到时候可以有一个时间让股东这边来参观一下。 OK, 以上报告，谢谢。请问一位先，不好意思，因为我股东户号是82901，我姓蔡。蔡先生，谢谢。因为你是代理儿子啊。我是代理孙子。我的孙子，比较年轻的。好，那请您的。谢谢我们的股东非常关切公司发展啊，我们这边有很多股东都是长期投资啊，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啊。那么刚才有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领取的我们这个 GMP 啊，在这个地方我再跟大家做个说明啊，我们这个一材厂或者说制药厂跟一般的这个产业的工厂有什么差别，最重要就是你要取得 GMP 简单的中文名称就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品质系统的这个工厂啊，一定要有符合我们国家规定的制药或一材厂的品质系统工厂，你才可以去营运啊。那这是第一步，你一个工厂盖好，你要取得 GMP, 然后才可以去。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股东关切，有很多证照要申请。譬如说我们国内来讲，诸位都知道我们台湾健保推得非常好。那我们在台湾如果要这个生产一个 GMP 的厂，要生产一家厂，你就要再去申请一下，申请它的这个生产许可证。那现在我们都正在布局，已经都递件到食药署在申请。在国外的话，欧盟那边你要申请欧盟的证，那个这个什么产品的证书。那在美国你要申请 FDA 的证书，那中国大陆也有同样的证书。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行业跟其他行业这个相较来讲，它有比较一些比较高的门槛的因素所以这个陆续我们都持续，我们的法规部门都有定出整个完整的计划，
在我们新厂盖好以后，一步一步把这些证书都申请下来。哦，那么刚才股东有关切到，如果说这些证书申请下来以后，对我们比如说获利有没有什么帮助？啊，当然这是公司的这个使命跟目标。这些证书申请下来以后，我们希望持续来让公司稳定经营，营收跟获利稳定成长。但是因为诸位都知道，我们这上市会公司涉及到我们不能预测啦啊。但是诸位如果去看我们研究公司过去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营收跟获利成长的这个曲线，那可以给诸位做个参考，好不好？我整个经营团队在我们董事长的带领下，是非常用心的持续把这个公司经营好啊。好，以上谢谢。谢谢秘书长大大，还有其他股东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非常感谢各股东参与哈。那么，我们方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股东常会哦。结束散会，谢谢各位股东，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哈！谢谢大家。主席，主席宣布散会时间10:30，感谢各位股东莅临本次股东常会，庆祝各位股东身体健康，万事如意。